中美之间博弈呢，也被说呢扯到了新冠病毒的角力之上。美国被说不好好对抗疫情，却不断的操作溯源，买了那么多疫苗，但是呢，美国还有很多人是不愿意接种疫苗的。这些疫苗恐怕都会放到过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呢，虽然已经有很大量的证据证明 Covid nineteen 的疫苗不仅是安全的，而且能够有效的防疫，但是呢，在还没有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当中，仍然有超过半数认为疫苗 苗比 COVID-19 的病毒还要危险，甚至认为呢，疫情大流行的严重性是媒体过度渲染的结果。这份调查是在七月中旬到七月底访问了一千五百名的美国成年人，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受访者表示绝对不会接种疫苗，另外还有百分之五十三的受访者认为呢，这个是疫苗对于健康的威胁远比 COVID-19 病毒还要来得大。 其实啊，美国一直呢说所谓的新冠病毒的溯源，但是你知道吗？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是。 东盟国家，东盟国家其实还有发表声明说，他们不希望接受的是有关于病毒的政治溯源。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美国想要拉拢东盟国家，但是呢，东盟国家其实还是蛮挺中国大陆的，还说呢，大陆在疫苗上给了很多很多的帮忙。美国其实啊，许多人不愿意接种疫苗，但是面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肆虐呢，西方富裕的国家打算让高风险的人群施打第三剂的追加疫苗。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 谭德赛呢就呼吁你这些高收入的国家暂停推动第三剂疫苗的施打动作吧，让全球更多人能够获得疫苗。但是美国政府呢今天拒绝了谭德赛的这项呼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We need an urgent reversal from the majority of vaccines going to high-income countries to the majority going to low-income countries. Accordingly, WHO is calling for a moratorium on boosters until at least the end of September to enable at least 10% of the population of every country to be vaccinated. We feel that it's a false choice, uh, and that we can do both. Uh, we announced just yesterday that we hit an important milestone of over 110 million vaccines donated to the world. That is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has shared combined. We also made clear that that is the beginning, and we also started to donate the 500 million doses of Pfizer we've purchased. Uh, we will start to donate those later this month. 好，美国啊拉着东盟抗中，但是东盟刚才说过就不想当美国的打手，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的溯源议题上，就不想跟着你美国脚步走啦。我们来看到美国的疾控中心 CDC 就有说，美国的新冠疫情的大反弹啊，七天平均的新的感染数呢已经超过去年夏天的峰值，而且由于啊住院的病例不断不断的增加，医院早就是不堪负荷了。 CDC 的主任呢，叫做瓦伦斯基。他在二号的时候，白宫简报上他就特别说，他们搜集到的数据显示，美国呢七天的日平均的新增病例，在七月三十号已经达到了七万两千七百九十宗，高于去年夏天的六万八千七百例的峰值，现在更高了哈。美国疫情大爆发，但是还是不忘呢对。 大陆针对新冠病毒的溯源来施压，就被说是想要转移焦点吗？但东盟啊，刚刚就说想要经贸关系跟中国大陆友好，而且呢，中国大陆给他们那么多的帮忙，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看得在眼底，美国人在玩什么？来看到四号的是东盟副秘书长康富呢，他就发表说，新冠大流行的反思啊，不应该把疫情给怎么样呢？政治化。 他这篇文章就说，新冠病毒的溯源应该通过是全球合作啦，基于科学跟事实来完成，任何政治化都会破坏拯救生命的真正意图。 文章当中也说，新冠肺炎疫情啊，造成全球呢怎么样呢？广泛的影响，各国呢通过持续的互换信息啊，跟资源，开展技术交流等等的合作，所以呢，他也认为说，这样是有助于遏制疫情的蔓延的。现在随着新冠疫苗的联合研发跟分配。 加上全球众多机构的合作，扭转了疫情的情势，变成有重大的转机。通过呢接种疫苗，人们可以获得保护啦，而且有效的控制病毒的传播，降低感染、住院或者是死亡的风险。病毒呢也现在也不断的进行变异，比如说 Delta 啦，也很有高传染性，并且在临床上的表现可能会更加严重。 因此呢，东盟啊，这一个呃副秘书长他就说呢，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疫情威胁之际呢，疫情防范的就是应该是相关的措施啊，但是现在啊都被政治化或者是污名化，而且呢还怎么样呢？还冒犯了个人自我保护跟选择自由的权利，混杂好多好多的阴谋论，更加被政治化的就是谈了好多的新冠病毒的溯源呐、啊、哈，他说哈、啊、这。 新冠病毒溯源，而且呢，从疫情发生以来呢，就是用政治化跟污名化一直是存在的，甚至引发了仇恨犯罪。那文章也说，新冠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共同应对疫情。人们常说啊，除非每个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是安全的。那应该哈是要应对的是疫情当中要相互信任啊，跟合作。他特别盛赞中国大陆，他说大陆一直呢是在跟世界各国还有。 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应对疫情的，而且呢，也讲说哈，今年初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专家就展开了全球溯源的结果啦。 当时就说新冠病毒比较有可能是怎么样，经过中间的宿主，比如说蝙蝠来传人，极不可能是透过了实验室传人的嘛。那这个科学结论应该就要受到尊重。然而呢，看到哈进一步溯源联合是很重要的，但应该要基于科学跟事实，通过全球合作来完成。 任何政治化哈都会被说是破坏拯救生命的真正意图。疫情现在还在肆虐哈，没有时间去浪费啦，所以呢，应该要优先考虑是挽救生命嘛，而且哈不应该进行政治上的操弄。那而且呢，疫苗接种是最大的希望，所以希望呢疫苗能够进行像是可及性啊、可负担性啊。文章最后还说感谢大陆。 对于这新冠病毒重要的贡献，像是呢，大陆竭尽所能的向全世界提供疫苗，这才是真正的友谊。说到了溯源、啊、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员叫金泽，他也特别说，美国呢，德特里克堡不仅有长期的研究致命病原的历史，还生产各类的生物武器跟毒剂啊，被说呢是策划饥荒跟疾病。 还有呢，这个实验室曾经发生过很多起的安全事故，而且应该要对它进行中立的调查。他说呢，德堡距离华盛顿呐、啊，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车程而已。这个实验室对细菌呐、啊、哈毒药啦、啊、跟瘟疫的秘密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好几个世代，是存在这个世界上最致命病毒的实验室之一。当美国只要有生物战争的项目的时候，这个基地一定会设在德堡的，因为那里的研究人员呢，就 掌握全世界最集中的瘟疫啦、细菌啦、病毒知识啦。冷战期间呢，德特里克堡非常的热闹，那边的科学家会用呢呃病菌将什么？ 蚊子给感染啦、啊，或者是跳蚤啦、蚂蚁啦、狮子啦这些东西都变成了生物武器，而且呢，要进行的是像是呢培养在农作物啊、跟牲畜当中引起的寄生虫的袍子，生产可以用于杀死个体或者是族群的一些像是气溶胶囊素等等的。美国中情局化学家甚至还在那边做了一个实验室，生产可以用于暗杀外国人的致命药水。 粉末好，跟这个喷雾剂、牙膏、雪糕等等的，哎、欸，怎么有有点像电影演的哈、哦？他认为呢，应该对德保进行中立的调查，是不是政治溯源呢？来看到大陆的央视呢，还点出问题哈，说美媒近日报道啊，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局辖下的国家医学情报中心，早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就有报告表示呢，即将面临即将面临冠状病毒危机。 报告当中还提到了武汉，那你美国是先写好剧本了吗？也引发各界的一个质疑，这是央视的质疑。 来看到美国哈罗德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叫做库伯他也特别近日撰文批评说，被一些西方政客呢跟媒体频繁的炒作实验室泄露论。库伯在文章当中表示，政治化是一切的幕后操纵。有趣的是，Political 的新闻网跟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研究进行了相关的民意调查，发现。 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呢，高达百分之五十二啊，将新冠病毒溯源归咎于中国大陆实验室的泄露论。而且呢，如果认为是自然起源的观点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所以认为是实验室的是自然起源的两倍。 这个数字是今年做的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呢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的报告，它是去年做的哈，去年一年前这个结果是相反的哦。去年三月的时候，皮尤的研究中心的同样的一个调查呢，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美国人认为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外泄的。去年是这样子，百分之四十三认为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自然产生的。那怎么会才一年时间变成认为都是？ 实验室呢？怎么会这样子呢？难道就是操作吗？所以这个库伯他就说，这场呢大流行曝露出呢怎么样呢？美国经济是低迷的嘛，而且高失业率，这一连串的问题，所以这个国家美国要比以往任何时又时候更需要一个假想敌来恢复社会的团结，还有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这个时候，作为第一个经历过疫情的。 非西方民主国家的中国大陆，因此就登场了。他意思就是说，他是代罪羔羊。库伯指出来说，公共健康危机只是表象，新冠疫情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有一项官方的举动呢，就是拜登在五月指出来说，新冠的这个。 病毒的起源呐、啊，它进行什么呢？进行的是情报部门进行调查，而且要为期多少？为期九十天的调查。这本来就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做的工作啦。现在怎么会说是要用情报单位呢？但是我们说到疫情啊，好消息是怎么样呢？四号啊，根据中国的生物官媒的相关的披露，国药集团的中国生物杨晓明研究团队的最新发现，针对 Delta 的变异株呢，有效的。 单克隆抗体中和活性 I C 五十高达了五 n g 的 m l，意思就是呢，单抗对 Delta 的病毒呢是有效的，而且新冠肺炎的治疗呢有望可以迎来呢特效药哦。所以呢，目前来看到哈，这个抗体的临床申报工作呢已经有序的进行，希望能够尽快用于大陆相关的新冠疫情的防控当中。 随时随地带着走，国内全球信息一把抓。从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草原爬的、水里游的，从政治、经济、国际、网络猎奇、社会案件、生活讯息，在中天飞 k 通通都可以带着走。中天新闻可以用听的、就更生了看的、读的，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请大家一起支持《中天新闻》脸书按赞、追踪，一起支持守护《中天新闻》监督的力量。我最早操作病毒武汉实验室的，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但是他最近惹了大麻烦了。二零一九年六月的时候，在日本大阪参加 G 团体会议的时候，曾经啊收受日方赠送。 价值高达五千八百美元的 whisky，这瓶酒呢，现在却下落不明了。美国国务院已经要进行调查。来看到了美国宪法规定呢，官员是不可以接受外国领袖的礼物。司法部门呢也指出来说，普遍限制美国官员跟公务员接受来自外国政府的赠礼。联邦法规呢，则是规定，如果拒拒绝接受会显得冒犯或尴尬的话，影响到美国外交情形时，是可以接受赠礼的。依照规定，美国官员。 元可以保留价值三百九十美元或以下的物品，如果超过的话就必须支付原价购买哦、喔。但是呢，这一次呢，庞佩 o 是价值五千八百美元的 whisky，明显超过了可以保留价值三百九十美元的礼品。庞佩 o 到底有没有支付这个价格，恐怕也要理清了。说到抗争啊，不只是川普，到现在的。 拜登都很爱打台湾牌。我们来看到了美国政府今天呢批准拜登上任以来的首笔对台军售，潜在的价值估计呢七点五亿美元，大约是两百零八点三七亿的台币。根据呢美国国务院发给国会的通知，这一笔呢军售案包括了四十辆的新型 M 一零九自走炮，以及近一千七百套可以呢将炮弹强化为更精准 GPS 制导。 炸弹的套件，对此我们看到大陆外交部表示呢，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啊向台湾出售武器，干涉的是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跟安全利益，违背国际法跟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更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还有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 坚决表达反对，而且跟美国提出严正交涉。跟着呢，美国抗争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还是伤害实体的经贸利益呢？像是呢，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韩式美妆，在大陆啊，却面临人气很衰退。 因为韩南韩呢，在二零一七年允许美军的萨德反飞弹系统进驻部署，当时呢，南北韩的关系其实呢就非常的紧张了。美军呢，则是在南韩政府的同意之下呢，在二零一七年三月把萨德系统部署到庆尚北道的新州郡。这样的举动当然引起了大陆强烈不满，因此呢，才做了相关的抵制，尤其是南韩流行文化停止旅游啦，或者是相关的彩妆品。 踢到了铁板。